一马叫右前方有一座岛，有没有看到呢？哎，这个岛呢，哈，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基隆屿啊，不是我们的龟山岛啊，是我们基隆屿。我们右手边这边，那基隆屿呢，目前啊，前阵呢有开放可以登岛了啊，以前呢之前是没有开放的了哈，现在有开放了哈，所以呢，哎，很多这个民众呢啊，就这个搭乘这个观光船啊，前往这个基隆岛那边啊，去叫基隆屿啊，前往观光啊。好，在我们正前方有没有看到那里啊？正前方那边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去的野柳咯。啊，在我们一点钟方向。啊，这个手边呢，现在在我们右手边这里。哦，那个区块呢，就是野柳地质公园咯。他们有时候传YouTube一样。